大家好，我叫严于真，是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系一年级博士研究生。今天我想竞选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ACSBU 主席一职。还记得去年秋天，初来普林难免会感觉到有些不适应，是 ACSBU 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，是学长学姐们的无私帮助，让我迅速找到并进入了研究生的生活状态。对于这份温暖的关怀，我一直深表感激。因此，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服务回馈大家，并且将这种互助的精神传递下去。我今后的工作将围绕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展开。首先，我们将延续现有的 ACSBU 经典活动，它们包括但不限于迎新系列活动、中秋春晚、羊城晚会、春游、秋游、各类球赛、职业发展交流会和 Chinese Lunch。我认为，正是这些活动的存在，将普林斯顿校内华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。他们是整个 ACSBU 的立足之本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依靠他们来实现 ACSBU 在校园内的纽带作用，继续为广大华人学生服务。在创新方面，我们希望能扩大 ACSBU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，使之能成为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坚强后盾，在给大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，必要时刻能挺身而出，维护大家的切身利益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我们计划在现有的基础上拓展 ACSBU 的对外活动，积极展示中国文化，并且加强与周边地区华人华侨的联系。这要求我们的同学从活动的参与者变成组织者，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。与之更为详细的工作计划，敬请关注3月30日晚 ACSBU 的换届选举。您如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，欢迎用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与我联系。最后，我是严于真，多谢您的支持。